很好的效果。李真连着三球不中，哇，这个视野真棒啊！小慕天一打三，再给篮下，好球。过程当中就等着你防守队员起来，你沉不住气，你起跳想盖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再起。这个阿联，董汉宁顺下，好球，董汉宁，哎呦，朱芳雨厉害啊！北京队换防了，对。孙悦去防易建联，篮下三十加击，就会打出张兴涛这张牌。这个太有意思了，哎、见招拆招。哎呦，朱芳雨啊！转西，这球有点停滞。转西篮下，朱芳雨一次成功的防守，易建联的跟进，转换，看看朱芳雨三分，进哟！转西三分球，这是他擅长的点，没有投进。这段时间看看广东队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啊！武田空中接力，哇，这个球，这边，哎，这球被直接超断，这球怎么能这么给呢？武田也是眼疾手快啊，好球！一头白发，可今年佛山队啊，真的表现并没有那么的尽如人意。穆迪埃的分球，好球啊！这球给的，又是穆迪埃，再给到 Daniels， 好啊 ，Daniels 扣得很轻松啊！注意安全。穆迪埃的这个灵性，这几场比赛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也很期待他明天在。十二个失误，其实广东主要上半场太多了，上半场十二个。给易建联夹击，易建联这个位置要的分。杀进去，挨到了一个大帽，穆迪埃推反击，三打二的进攻交给易建联，易建联单手的一记后撤步的一记跳投。哈里尔森这个点的确这个能力偏弱一些啊，漂亮，超过五十，高尚的三分球。穆迪埃，哎呦，漂亮！就是阵地进攻的成功率，像是决定性的啊。穆迪埃，好球！这个是穆迪埃。啊，所以为了地方的一个体育台，可能是更改了比赛开始的时间。这边怎么吹？分球，穆迪埃，穆迪埃过掉曾立旭，好球啊！连续的两次。这个陈明学说，看了这么多年广东啊，越来越揪心了。啊，这个陈明学说，看了这么多年广东啊，越来越揪心了。啊，好球，穆迪埃，这个穆迪埃。穆迪埃，哦，厉害！穆迪埃杀进去，太轻松了。你没有看错，这是一名外援的数据。穆迪埃杀进去，空中有一个闪躲，这个球还是上半场最后一攻。我们来看穆迪埃怎么出力。两分球打进，压哨两分。穆迪埃中投也中，董汉林上来做一个掩护，穆迪埃急停的投篮，漂亮。之后来开启他们的客场之旅，所以啊，球队的体力还是需要好好的来保留一下。哦呦，这边上穆迪埃分给任俊飞三分球，这个穆迪埃自投自抢，险些失误。
穆提埃的抛投打。好的，又是穆迪埃。防守。最后四分钟，广东队领先两分。北京队没有马布里，广东没有拜纳姆。穆迪埃三分中了，进了。这马布里太有经验了，嗯。穆迪埃的三分有了。邓峰还是太有点软啊。反击再得分，差两分。这边穆迪埃又是一个休赛期啊，有些球员可能对自身的训练上表现并。我们看穆迪埃的这一次抢断，好球啊！还是不中。周战东的快攻，好球、啊、穆迪埃，二加一打中。啊。短了一些，刘振南想点这个篮板球，要点的话是很难越过对方三人的包围圈的。穆迪埃，两兆的兆，丰收的丰，啊，来进行在我的直播帖下跟我进行互动，啊，告诉我你比较看好哪支球哪个球队。又是张继鹏。这北京队那个时候越防就越狠，因为知道快五秒到十了，这还是一个核心后卫他经验的问题。哎呦，孙悦里边也出现失误。再来比赛解说的啊，还是我王兆峰，这个连续第二场给大家带来广东德比了。这边约朱芳雨这样老将的经验来带领球队前进的，所以啊，个人得分和全队的胜利相比，还是张俊涛篮下没有易建联。再给李根空切，这个传。